是空的，就它是那么多的，那怎么办？你看它不会，不会，这很大嘞，哎呦吓死人了！哎，超大怎么办呢、啊？那怎么办？那我等一下房间它不会散掉怎么办？好像还很想要住在那里也怎么办？那个没有关系，因为这个正常的，你那个风现在回来是正常的。风头已经摘下来了，但是它掉下去，很大的颗的风头，不知道掉到哪里去。其实也差不多，对不对？